哎，谢谢啊！我找朋友做伙来伫倒啊？伊叫约翰，是我最特别的朋友。就恁家的呢？伊当结婚啊啦！你交往啊吼？约翰，这拢是我的主管，啊，坐遐的甲我年岁看起来差不多的，是我的同事，等下大家会当熟悉一下。 叫做约翰，是。看起来有真壮仔呢，你倒去食头路？我伫银行上班。是高阶业务经理。哇，你真优秀呢！约翰，你会当把你银行的业务介绍给阮头家参考一下啊？ 你是阮爸的外贴的，以后你若是跟我结婚啊，你就是家己人啊，一定特别跟你照顾的。大家若有这缘分，当然是没问题啊。你跟阮爸感情这么深，死到我若是跟约翰结婚，你得包一包非常非常大包的红包，有问题不？红包。 那到时阵哦，伊这咱公司的业务哦，伊业绩红利哦都袂少啊嘞。我看这红包，各种连包拢唔连包啊啦。Uncle，啊你这么好呀，啊唔娶某啊，啊留这么侪钱伫咧身边创啥？做观察不了。 袂当安尼讲啦，啊，不管安怎讲哦，我嘛是独生仔对无？若是讲有好的对象，我也是会考虑啦。啊，原来你有拍算要娶某？嘛是啦，你保养甲遮尔好，确实是一个帅大叔。无归去我看，你对位公司的女同事内底更一个，发相遮尔福气。他是讲 uncle 有需要。 我有一个邻婿呐，算是我的师母，回头甲你介绍。上是两个，甲亚生献话。当然好啊，唔知你这师母敢有介意运动啊？ 我最近哦，定来去健身房练身体啦。那些闲哦，我会当甲伊烧酒去健身房维持身体健康啊。我问对，你真正是一个老实。你今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专工找一个人是挑故意要加钱啊？班长，你食草啊？你甲别个查甫人，我可以向你讲，我哪有可能不食草？ 妈，你真的是去倒位啊？你唔是对我无要无急，无要找我？我只是想要结束花瓣，唔是唔娶。要唔过你今仔日专工找一个人来，佮向大家介绍讲，伊可能是你未来另外一半。你到底想怎？你就这么着急要嫁人？对，我就是着急。来着你啊！你放心，明仔载我就甲约翰去登记。 以后你甲我一点仔管还阮无，唔免你操烦啊！亚春，像在你大概做代志拢这么冲动，你可袂当较理智一寡。你才较理智一寡，约翰年轻有为，做代志不拖泥带水，而且伊对家己足有自信。无参像一寡人啊，讲话甲做话拢无共款，讲一套做一套，真正拄着代志哦。 就一大堆理由，真正是死啦！我这是定着，好不好？咱大家若出门起来，就无好代志。现在你就袂当将之前的假象咧记掉咧，好好经营咱两个人的关系。你家己都当经营，我的青春有限，就参照你讲的，我一着急要嫁人的。
若是内底遐约翰唔错啊，我就去找 Alan、John、Jack。我都唔相信我王亚春调调这尔歹，会嫁袂出去。亚春，就准讲拄则遐话，你是超过叫我，我嘛无希望你安尼讲。除了我以外，你什么人都袂当嫁。算你够格。洪小姐，咱做人也是较老实的，你的心自头到尾拢伫恁头家、恁翁口身上，敢毋是？我业务逐工咧面对客户，看人的能力嘛是有啦，但是，就准拄煞，恁的代志跟我无关系。约翰，是的，真正就是的。若毋是阮爸妈反对阮的感情，让伊丢毒。所以自从一开始，我就是你的工具人。好啊，安尼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啊，等以后莫去见面啊。你出来那边，我会替你温暖一阵啊。但是最后，你一定要家己交代清楚，莫去牵拖别人啊。我绝对会交代清楚的，约翰，多谢你，你真正是绝代好人呢。一定有人常常讲你真白目哈！泡一杯小茶，放伫遐，你来叫恁哦。啊，兰姐啊，我人间这么醉，你敢会甘愿离开啊？我嘛无想要回去啊，啊，不过我是想我回去，到时阮爸搁啰里啰嗦问一大堆。可不要这些啊！你是去倒一个同事伊兜洗身躯啊？是啊，我去同事兜洗身躯。好，什么人？叫什么名？电话几号？住在倒位？你甲我讲，哈？我若唔相信，我问袂出来。我去问看，嘛爱问个清楚。爸，你要问同事电话创啥啦？你即摆要打电话给伊哦，即摆三更半夜呢。就算讲唔是即摆卡，我马上再去卡那用的无。我伫个最近倒洗身躯的，啊，你敢有满意啊？你真正走去迄个老高因兜甲我洗身躯？对，既然正你想要知影，我嘛无想要骂你啊。好，这老高真正是安怎搞吼？我有嘴甲讲甲无烂，伊今即马佫唔愿意帮你说。哎呦，爸，我拜托你莫这样激动，你较做你的遐啦。啊，你若真正关心我，你都爱听我的话。你现在哪做出这种歹势地面计较的代志？爸，我只是单纯乱尔，现在你要跟我讲这么歹听？飞机刚破，我就是要你跟伊乱搞做伙啦！呼呼啊！你连爸个、外个、厝边的，迄个人要掀起来啦！哎，你无要困厝边，计白搁要困啊？有啥物代志，明仔再讲。马上就袂有啊！恁家查某囝安怎讲，你无听着哦？伊讲。伊少去死老家，要洗身躯，这才是乱来。我是对你乱来啊！对你无乱来。乱来！哈！你这叫做劈腿啦！你即摆跟你相亲的对象在交往，讲到这死老家，你才高高低，你还敢调？我来讲，你家己这无赶快渣男啦！啊，查某叫啥？叫啥什么？哈？我无。你两边拢跟你高高低在讲无？无无无，我无。
迄相亲对象是你硬较好我的，我无介意，嘛要拍什么介狗？这个陈水有魅力，对我又够温柔，我对有感觉，我爱伊，我爱伊爱到这样明显，我是倒位咧劈腿啊！你甲这个老狗到底有安怎无安怎？是安怎？是你家自愿的，还是你家过小酒？你家我无，我讲无就是无，现在你就是不相信我啊！搁再讲啊，我又是成年人啊，就算我发生代志，这嘛真正常啊！你讲你是？我是恁未来查某孙蔡慕林的查某仔蔡玉婷。你是洛凯的查某仔？是啊，我今仔是专工来拜访恁的。俺两位是大，恁有会啊，起来较会爽啦，请坐。啊，这不是咱早云仔在讲的。是洛凯叫你来的啊？不是啦，是我家己要来的。啊，阮爸爸甲恁查某囝已经做伙这么久啊，啊，咱上方面的人拢也毋捌见过面，真正是足失礼。啊，阮阿公阿妈真早就无伫啊，今仔我做蔡家的代表来拜访你。无需要，阮查某囝甲恁爸已经无关系啊，吼，你当回去啊，回去啊。啊，阮爸讲你头壳足硬的，啊，佫无讲道理，可能是更年期要来啊。一点也无对。你若开真正那个讲我唔啊？未来亲家啊，我甲你讲，你若是有病哦，就爱看医生。你千万莫抓准更年期是查某人的代志，查甫人若是夹起来，比查某人佫较厉害呢。你哦，就爱好好调养身体，若无到时阵，若是忧郁症，佫会躁郁症呢。对对对，就是像你即摆安尼啊，你即摆安尼，就是差不多躁郁症要夹起来。你哦，上好是赶紧去看医生。哎，也是我陪你做伙去好啊，就当作是咱两家伙仔建立感情的头一步。你先别夹起来，好，坐坐。查某囡仔伊啊，啊，我想请问你一下吼，今日你来遮是要做啥？阮查某囝甲恁爸爸的代志吼，其实已经有够复杂啊！你真正无需要过来插话啊，吼！我甲你讲啦，我就是无同意阮查某囝甲恁爸做伙啦。我知影恁是嫌阮爸爸老。恁爸甲我爸老，你敢无老？是啦，啊，阮爸爸确实是无少年啊，也毋过也纯洁嘛，无青春安尼。恁先看卖我，再阁看伊，啊，伊的面皮嘛无像我遮尔啊 Q 啊。过过几年啊，无得靠电话，阮爸嫌伊老啊。我请你咧抓，你来后白讲。我才无后白讲，啊，阮爸爸的年岁确实是比亚纯姐较低一点点啊。也毋过，查甫人上有魅力的就是即卖即个时阵啊，啊，有钱，搁有地位，搁捌人情世事。上重要的是，阮爸爸已经够照顾啦。你看，伊甲我顾了偌好诶，啊，细皮嫩肉，搁高学历。因将来若是结婚哦，亚纯姐一定会足幸福的。我真正确定你就是恁爸的生啦，一支嘴好累累，才敢查某囝咧怪去啦。唉，啊你敢真正愿意阮查某囝做你的后母啊？我真正第一摆洗目睭看到吼，这么赶紧咧替家己找后母的呢。我就讲，阮爸教我教了足好个啊，我美丽大方，阁好斗阵。啊，你的亲生妈妈嘞？这哦，故事足长的，后摆才阁讲啊。啊，是讲我拢已经苦劝规半晡啊。啊，恁做人是大个，着爽哦，无要鼓励家己的查某囝结婚，嘛无应该揪伊后脚啊。阮什么时阵揪阮查某囝后脚？阮查某囝是揪恁爸怪去编去的啦。啊，恁若是真正为着亚纯姐好，着应该替伊拣一个条件好的对象啊。无，恁讲到底爱什么条件，才肯答应阮爸爸娶亚纯姐？哼，条件敢若一条，吼，这条足简单嘞，比恁爸即摆阁少年二十岁，恁爸敢有法度？未来亲家啊，啊你安尼讲就无道理啊，啊哪有人愈来愈少年嘞？你知影无可能哦，无可能就免阁讲落去啊，啊！你莫阁遮尔固执啦，你即摆若是无答应哦，以后一定会后悔。
我后悔，我是咧后悔啥啦啊？好啦，我咧讲看卖，阮雅纯甲恁爸做伙有啥物好处？钱莫讲，钱我无咧稀罕，阮老头嘛是店面的啦啊。好处足侪啊！第一，雅纯姐入门哦，袂是后母，因为我已经大汉啊。啊，虽然我拢叫伊小妈，也毋过哦，阮感情就敢若姊妹啊，爱甲我当作小姑仔就会用啊。啊，第二，恁看我遮尔啊古锥，就知阮爸爸的钱哦，足优良诶。因将来生个囡仔，一定嘛足古锥诶。啊，恁逐工看孙仔遮尔古锥，是毋是心情就好一半？第三，恁的孙就是我的小弟。啊，我就是你的查某孙，安尼买大送小，恁讲是毋是足会好呀？爸，你真正要选钱就对啊！剪了，要剪就来剪。这个我跟你讲哦，咱过去偷偷去登记。我就爱吼，家己无甲这都共款安尼啦。我只好做甲这个顾淑桂甲王雅纯有丁咔嚓。今仔我拳头有外丁啊吼！好，你今仔要来吼，来啊！三立台湾台二十九频道，拜日至拜五暗时八点，一家团圆 ，PP 石墨烯智能超导杯。